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哦，咱们小区从今天开始禁止一切车辆进入。哎呦我的天哪，咋这么严了呢？你不知道啊？就在刚才啊，隔壁的小区一个车差点撞到一个女孩。哎呦我的妈！还好没酿成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这提醒了我们，所以啊，从今天开始，咱们小区禁止一切车辆进入。一旦发现车辆进入啊，罚款你50元。明白了，没问题。来，提示标语一会儿贴上啊，贴到比较醒目的地方。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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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小脸啊，哎，我刚才说那些话是不是都记住了？都记住了。好，经理。非常好，一定看住啊！放心吧，绝对看住。哎呦，非常好。就我这敬礼都我们经理教的。哎哎，站住！别动！干什么呀？小样，让我抓着了吧？看着没？路子，想罚我50块钱是不是？来，你给我下来，来，给我下来。不是，下来。小样的。非常好啊！我刚才就是想考验你一下，做得特别好。考验这样，我把车呀，这就先停到这儿啊。哎，然后呢，我晚上下了班，我再过来取。啊，行啊，太行了，帮我看好啊，得回呀，经得住考验是不是？你就这么认真的干，哎，以后工资还得涨。放心吧，田经理，别整那没用的了。啊，车开好就行了。好嘞，整的没用。哎呦我的妈！下，经理真有劲儿，看着没？啊，咱得贴上他，标语是不是？保安，哎，咱就得服从。你看看，哎，一切车辆禁止入内。什么叫执行能力？这就是执行能力，对不对？一切车辆。禁止入内，朋友们，就但凡我有点脑子，我想一想，你这它是什么意思？你得理解上去，一切车辆禁止，一切车辆禁止，但凡就是有个你带轱辘的，你就进不去，对不对？哎，干完了，走，这这这，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太厉害了，车都给我干飞了都要啊。什么是我干飞的？不是你干啥挡着不让我进去啊？那个外卖小哥，我要给你解释清楚，我们小区新规定，看着没，一切车辆禁止入内啊。明白了吗？明白了。哎，还有一条，如果你要进去了，我要是没看住啊，罚我50块钱呢。罚你50呢？嗯，破费了啊。行，你给我站着，站着。什么就破费了？不是你那老拦着我干啥呀？啊，那我上午来你那小区送外卖还没有这个呢。这不刚贴的吗？刚下的令，一切车辆禁止入内吗？不是那个，哎哥，你这样，你放我一马。我是保安，我不是放马的。你这是，不是那我下回注意行不行？你这回让我进去吧，马哥。不是，我告诉你啊，你说话你给我注意点。说错了，你不能因为我长得像啥你就叫我啥。我是你脸哥。你这啥玩意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上呢？行了，不是，那你关键我顾客点单了，你说我咋办？我怎么送啊？啊，还有啊，啥叫一切车禁止入内啊？一切车禁止入内这啥意思啊？理解能力差，是不是？说明啥呀？脑子不行。你看咱这理解能力，就说明一切车辆禁止入内，就是说带轱辘的就不能往里进。不是，站住！咋的了？他能进不？那个，你要干啥去啊？我回家呀。回家？你先别回去了。咋的了？就那个小区一切车辆禁止入内。我这箱子带轱辘的就不行。啊，那你费心了啊。哎，这家伙反应，这小伙子反应快呀，这小伙子。来，你这么的你也学他，来，你给他绷起来，来，你往里走，来，你要绷起来我就让你进，来，你走，来来来来。来来
我也绷不动啊，这样。那你说车咋整啊？小伙子，我是这个意思啊。啊。实在不行呢，你把车停这儿，然后你人进去送不就完了吗？我车停这，人进去，东西咋整啊？东西，那你就放这边，这放那不丢了吗？丢了你就全抱着。那抱着我也拿不动啊。拿不动你就拿一个出来。拿一个，那我的东西咋整啊？那你就把车抱进去。车我抱不动啊。拿一个。拿一个我能拿得动了吗？拿不了你就全抱走呗。抱走我抱不动。你抱不动你就拿一个。怎么拿一个呀？这小子多吓人。大哥，不是，来，那个，哎呀妈，站好，别动啊。不是，这小子太吓人了，聊聊天给我带进去了。啊？我跟你说，街坊邻居观众都懵了，寻思台上怎么没有演员了呢？这啥？不是再往里闯，我告诉你，我可罚你50块钱了啊！不是大哥，你知道我给谁送不？你罚我钱呢？给谁送也不好使，知道不？这就是我们物业的规定。不是，你信不信？我跟你说完之后，你都能帮我送上去。哎呀，我的妈！你给我提人儿是不是？你提谁咋提谁好使啊？啥？我告诉你，这个看着没？啊，俺们经理的电动车，就让我给拦住了，自己走进去，车停这儿了，提谁也不好使。不是咋这么倔呢？不是你不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儿，你知不知道啊？哥呀，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在你这个小区里面啊。有一个10岁的小姑娘，平时呢她爸她妈呢都不在身边，然后这个小姑娘啊就自己天天吃方便面，天天吃方便，最后吃的营养不良，厌食症了。你说我一个送外卖的，我把外卖给她送上去，她吃口热乎的那啥样啊？就不能有点爱心吗？啊，怎么就拦着不让我进呢？啊，兄弟啊，那啥，你先别说，这可能是我的失职。哎呀，我这工作3年了，你说我都不知道园区住着一个这么特殊的业主。别闹心，别难过。你这样，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呀？得了厌食症的女孩叫倩倩。倩倩，她住哪儿啊？4号楼3单元201。4号楼，三，音乐，你听对啊你，我发现点问题。4号楼3单元201，他来，你能不能告诉我，他点的是啥？他，哎呀，这怎么就还问问？他点了一个肘子，俩鸡排。3个豪华鸡蛋灌饼，这等会儿，发现问题了。什么叫3个豪华鸡蛋灌饼？加蛋加肠呢？我去，就这些还有了吗？啊，这个主食这一块就这样了。那这个喝的呢？点了一瓶大素，2瓶凉茶，没有了吧？3个环头罐子。行了，啥也别说了。我知道，来，你稍等我一下，我打个电话啊。不是你这啥呀这呀？哎，倩倩呢？你这样，你来一趟我们这个东门这个保安亭，啊，我有重要事要跟你说，好事儿，就老好的事儿了，你来吧，快来吧。哎，哥，你干啥呢？我给那个什么得了厌食症那个小女孩倩倩打电话呀。你给她打电话干啥呀？让自己下来取呗。什么玩意儿啊你呀！站！我跟你说，哥打电话是为了你好。你不用说了，你这50块钱我给你啊，我自己给他送上去啊。不，上一边。兄弟，干啥？你这，你考虑，是不是？不是，你让一个10岁小女孩自己下楼取啊，卡了碰了咋整？卡了碰了咋整？我就这么告诉你吧。这个10岁的小姑娘，她要是卡地上了，我都得心疼地疼不疼？啥意思啊？
心，还有一些小感动。有一个姑娘，她也喜欢你，有一些疯狂。哇！好、哦，闭了，闭了，完了，完了。哈喽，不是，还有心情唱歌呢，还有心情唱歌呢。哥、嗯、俩，你不找我有事吗？你打我干啥呀？哎呦，你别慌啊，你来了，这人就全了，局面特别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们互相介绍一下啊。嗯，他呢就是你从未谋面过的外卖小叔叔，你啊就他，就是得了厌食症呢。得了厌食症呢，得了厌食症的小姑娘倩倩，来吧，就互相认识一下吧。无知啊，听见没？听见没？说你无知啊，说你呢？怎么这说上我了呢？太有意思了啊！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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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玩的呀啊？咋的了？你说啊，就是为了不让我送外卖到你小区里骑车啊，找个人糊弄我是不是啊？啊，你倒找个像的呀啊！我说是10岁得了厌食症的小女孩，你给我找一个暴饮暴食的中年油腻大叔干啥？哎哎哎哎哎！我是青年油腻大叔。哎呀，那个腻不腻我先不管啊。那个，我点的东西呢？你点啥了？一个肘子，两个鸡排，三个鸡蛋饼，一个大硕，两个凉茶，还有三个那叫什么啊？对，那罐头，黄桃罐。看着没？这回明白了吧？你真的是倩倩姑娘吗？我不是倩倩姑娘，我是倩倩大哥。哎呀，不是你这逗我玩有意思吗？啊，那个，再一个你营养不良吗？啊，我没逗你，你听我说啊，我骗你呀、啊，我是小姑娘是假的，但我得厌食症是真的。哎呦我的妈！在我面前说你得厌食症了，你家没秤吗？啊，不称称吗？有。压坏了！哎呀，那个，你听我跟你说呀，这，我不行，你一天送外卖挺辛苦的，还挺枯燥的，我和你互动一下子。我不想跟你互动啊！哎呦我的天啊！你说我一天送外卖我多少活啊？哪有时间跟你互动啊？保安大哥不让我进，不是，还有一个跟我互动的。哎呀，行啊，就不说别的，你小区还有一个订外卖的，我现在我都送不进去。行、啊。我给打电话让下来取啊！这别着急，别着急。哎呀，你好这样啊！哎呦这样，下回注意，不能这么闹啊！不是，我不开玩笑。哎，我是那个送外卖的，在你这个小区门口呢，让你们这个保安给我拦住了。啊，对，还有个跟我互动的啊，我进不去了，那个麻烦您了，您下来取一下啊。哎，好嘞，哎，就像你跟我闹的。行了行了，我都不知道叫啥。开玩笑，你别急眼子啥？你看你老急啥眼呢？不是谁呀？哪个保安？让进呢、啊、他玉小脸他哎这回热闹喽哎玉小脸哎看好了啊秘密来了我看你是那个坚守那个你的职责呢还是你选择爱情呢你选一个吧怎么回事啊玉小脸啊我选择你给我上一遍吓死我了你这家还起个范儿你吓死我了我的妈老妹儿啊是你订的外卖吗叫谁老妹儿呢大姐是你订的外卖叫谁大姐呢大姨谁是你大姨亲上边亲亲兄弟没事吧哎呦我的妈！这手劲太大了，哥！干什么呀，于小脸？我比较敏感。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一下。哎呀，是这么回事，我不是不让他进，你说这咱园区新规定，一切车辆禁止入内，是不是？我得遵守这个规则呀。我是保安，我得以身作则，所以说我得管他，我没让他进，就没让他给你送嘛。不是，你不好使，谁也不好使，就我不好使，你不好使，他爹来都不好使，谁帮你？不是，于小脸，那外卖不是你非要去我家吃饭，我给你点的吗？哎呦我的妈！
怎么错了？不是这于小脸啊，田经理，这干啥呢？这堵这么多人？啊，是这么个事儿啊。不是你刚才告诉我的吗？一切车辆禁止进入嘛。然后就是我这理解一下，就是你刚才说，反正就带轱辘的都不让进。完了，等，什么玩意儿？带轱辘都不让进呢？就是带轱辘的都不让。我跟你这不写的很清楚，一切车辆禁止入。哎，不是我写的是一切机动车辆禁止入内啊，机动俩字呢？啊？哎呦我天哪！于小脸啊！怎么了哥？啊？这是你贴个标语都贴不明白了，是不是？不，对不起啊，这个街坊邻居，对不起啊，外卖小哥，没看着我激动，我这可能太激动了，我呀，把激动整没了，你这，那啥，请你误会，哎，兄弟啊，你这是自行车对不对？对呀，不算机动车辆，来骑上去，往里走，快送餐去，快点，别耽误事儿。不用进了，咋的了？取餐的来了啊！那个餐在这儿。有点，一句话挺不到位，就理解不上去啊！我这理解，我真是高估你的理解能力了。那个行了，也怪我。那个外卖小哥，实在对不起啊，我真是就是一句话没嘱咐到位，耽误你这么长时间。但是你也别怪他啊，那职责所在啊，你们这都是为百姓更好的服务。对，明白，互相理解吧，是不是？外卖小哥啊，你等会儿，那个实在是抱歉啊，我就跟你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其实吧，我就想提前吃一口。对不起，那下回别开了啊，不开，拿着吧。那行了，那个我那边还有没送完的呢，我接着去送外卖去了。行，行。哎呦我天，辛苦了啊！没事儿，应该的。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还整乌龙了！哎呦我天，注意安全啊！没事儿，我快。哎，哎呦，为你点赞！哎呀，得给五星好评啊！哎于小脸，哎，这么长时间，我估计我那肘子都拧上了。没事，去我家微波炉给你热一下。能热透不？肯定的。我还吃热乎的。走，哎，走，笨笨，咱一起去吃。对，行，走，我去吃一口。你不没啥事儿了吗？好，一会儿完事你给我整一个，我再贴上。行，好嘞，赶紧吃吧，快去，快去，别凉了，多吃点啊。这家伙多好啊，你这多和谐。不是，回来的，咪咪，你不是要给我吃烛光晚餐吗？